澳门广府人朱基联谊会主办本年度敬老活动3月30日启动，期间将组织该会及足下社团代表及义工等多人下月前往各区探望长者会员，派发奖授金及福包表心意，宣扬敬老爱老精神。会长梁伯俊及执行会长阮玉荣称，借此广泛凝聚广府乡亲及广府社团力量，传递正能量。执行会长阮玉荣表示，目前本澳疫情基本受控，今年一如既往开展敬老活动，并将于4月5日组织该会及足下社团代表、义工等分成8组，到各区探望符合资格的长者会员，藉活动弘扬敬老爱老精神。梁伯俊强调，开展长者服务工作一直是该会的重点工作，既更好关注长者，并引领年轻一辈多关怀长者，营建和谐的社会氛围。据统计，今年符合资格享受老龄福利的长者会员人数较去年增加两成，该会日后将在现有良好基础上继往开来，做好长者服务工作。